原标题神仙组合 SMYGJYP 大势 idol 组团出道，这个组合真是完全想象不到了。2018年进入了尾声，马上就要迎接2019的开春了。年末各大电视台所举办的年末舞台是一场比一场来的精彩。然而在圣诞节的当天，由 SBS 举办的歌谣大战现场可谓是亮点不断，特别是由 GOT7 成员 JB、 Winner 成员姜声润、 NCT 成员道英、 Seventeen 成员李硕民 DK 以及 One Only 成员金再换组成了男子组合，在现场演唱了乐队 Queen 的经典歌曲 Do Not Stop Me Now。 作为队内的主唱，担当五人富有穿透力的嗓音给众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即使在现场是 live 开唱，五人也表现得相当的从容，五个男团的主唱成员同时登台为粉丝献唱歌曲，也让现场尖叫声不断，特别是 GOT7 成员 JB 一开嗓就已征服了全场的观众。平时都在过着团体生活的 idol 们，如今因为在年末的舞台上